我进了。中式，看一下，如果还没城还没破，中式架旁边。记得带炮，记得架炮。快到，快到。靠北。记得架炮。左补哦，左补哦。门在左边，门在左边，左边这边有自然的，开着的。中间，中间，往墙，往中间压。剩下人往右补给，把右补拉回来，然后分配好，进中要在跟后面。可以的话，尽量带进中中士，然后器械架好。我要往前喽。那个嘛，右边啊，好凶，右边。小米，你右边有三个人。我知道。有一个野黑佬要知道。我往他们家补给压了。来帮忙进中，帮我推进中，往前帮我推。哦，干，差点死掉。有没有进中？进中往前压。进中往前平推，右边有进中哦，右边也有进中哦，那个门后面小门，啊，器械开完了，赶快下去控兵，等那个器械修复好再上去开炮。后面，我先打前面。我靠腰！有人要偷家哦，有人要偷家哦，注意一下，有一个在绕家了。
回本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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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本证。不要再出去了。那个门口两侧，门口两侧放金钟，金钟后面放不，门口两侧放金钟，金钟旁边架那个钟饰，钟饰保护金钟。他们进来就一边推，先推一边就好，不要两边一起推，因为他们可能会轮流冲。侧门哦，侧门哦，注意哦，正门主城是有两个的哦。然后其他的就是架器械架在那个盾里面，器械架在盾里面，他们人进来就喷。下面这一个，下面这一个没有人哦，没有人来哦。侧门两组了。侧门一样。一样加器械，看有没有可以从正门那边绕过去夹他们，用夹的。他们一组一组进中，水月你可以直接夹他们啊，你把你的兵拉过去夹过去，或是马用冲的，马从侧面冲，马从这本阵然后冲他们侧脸。机械架起来，机械正门进来了，左边正门这边进来了，有进中的就推，他们马冲喽，这边需要第二组进中，这边需要第二组进中，然后刀盾的武将来帮破阵一下，从侧面破阵，不要让他们那么快进来，他们现在全部压正面，他们全部压正面了，侧面的来补一下。对，压回去，然后器械再架回来，继续架。后面这边有一个那个刺客双刀，补给后面这边有一个双刀，注意一下。然后回归刚刚的架法，进中跟中士架旁边，然后不要再出去了。这个兵是谁的？NPC 的吗？来哦，侧面这边记得架兵，然后多的人没有架兵的人去墙上看一下他们器械在哪里，看可不可以打掉反他们器械，在里面架旧炮反器械。然后，你们中士没有了吗？感觉没有中士啊，都剩进中是不是？没有兵的，我看一下外面有没有备战，外面有备战吗？在楼城门上有旧炮，上去把那个旧炮弄掉。刀盾记得破阵，刀盾是刀盾的就要去前线破阵。好，不要下去，不要跟下去。上面的梯子踢，不要他们进来。哎，他们外面有一匹马哦，外面有马哦。侧门，他们准备要攻侧门了，来，侧门这边架好。下面的门。我侧门有架一个巨风架，你们要用哪去用？那个盾不要架，盾不要架在。本阵里面架在门口边，盾架门口边，朝着门口，不要架圆阵。中间那个是谁的？谁的马耳他？那个侧面进了，侧面进了，没有兵的赶快退出了，没有兵的不要在里面耗了，这游戏兵比较重要。
他们有人进来拆器械了。来，他们现在没有备战，然后死一个人哦，杀武将，杀武将，尽量杀武将，把他们弄出去。在外面的看一下希尔马这边的情况，他们是不是跑去希尔马？注意一下。没有没有，我在希尔马这边，没人打。然后现在在城里面没有兵的人，可以先撤退了，可以先撤退，不要在里面卡队友的那个兵力，先撤退，把他们赶出去。让候补的人进来。对啊，现在候补还有一个，现在候补还有一个，外面候补麻烦帮忙补一下，他们挤进来了，他们挤进来了。我们这边候补没有。然后器械加一下器械，好，正门他们有点突哦，正门那个有没有中士？有没有中士来？我这边需要一个中士帮我 cover。可以。嘿。你能力够吗？可以。不要再调人回去哈。不用。好。谢尔玛，我够。谢尔玛那边有补满吗？谢尔玛。哦好。这边有人在守啊，在看啊。好。啊，那个另外那个什么米那边已经被宣了，那边可能就帮不了了。好，没关系。那个在城墙，在城墙上是什么？工兵吗？好。好，我正门这边缺进中，缺进中。有人进来偷了。他们有好像有人爬墙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麻烦，有拿个长枪的人上去。不要往外压，我们守着洞口就好，不要往外压，然后城墙上的清掉，梯子踢一踢，没办法踢就算了。注意看有没有隐形的刺客会进来偷哦，小心一点。一窝蜂在射那个枪兵吧。打掉。一窝蜂打掉。侧门比较薄弱哦，侧门两个人哦，其他人要注意一下哦。然后能架器械的先帮忙先架着，至少你死掉的时候队友可以用。我来帮忙这把。双一个出去。
来，正门有双刀，正门有双刀。侧门注意哦，侧门注意哦。侧门破了。加机械，加机械，加机械，有机械就架。目前正门我堵住了，目前正门我堵住了。先清理里面的人。后面有人在冲嘛，后面马冲。来，挤侧门，挤侧门，挤出去，把他们挤出去。他们外面有弓箭手在往内射哦，应该在这个应该在这个地方。他们要换正门了，他们要换正门了。这边正门这边在集结，正门需要人哦。哦，我卡了，一组机，这边有至少两组机兵哦。有没有那个进走？有没有进走？冲进来！他们马冲进来，他们马冲进来了，堵不住，好多人。正门冲进来了，正门冲三四队马哦，我要死掉了，靠腰，需要帮忙。哎，怎么补给点有人？哎，屁股补给点，哎，没了。赶快，他们进另一波进来了，另一波进来了，赶快换兵，有器械就加器械。没有兵的就直接出去了。挤回去，把他们挤出去！各位，加油啊！哎！挤出去！武将！炮！有炮就用，有炮就用！进中，平推，推出去！是，站回来，侧面这边继续把推出去，侧面继续推。他们马要冲了，巨马架好。OK。那有人补吗？有没有都有没有外面有没有备战的？有啊，我现在。好。现在没有兵的，可以先退一两个。没有兵的，没有紫色兵的，然后退出去以前，器械先架着，让队友用。架完就先撤退。三兵的，你没有其他兵的话，退出去让下一组进来。
可以打到最后进点，不要再用工兵了。现在我需要的是马，还有进中中士。对，有工兵的，现在要用工兵的退出去换其他人，那就把工兵换掉。我们已经最后据点了，不要再用工兵了。退出去前，器械先架着让队友用。朝着门架，侧门跟正门。然后正门侧面，我这边还需要一组盾，卡着。上面墙上有人哦，墙上有人哦，墙上有人，墙上有一对盾，我需要有人帮我，我带进中上来了。OK， 上面有两个刀盾，来，我墙上还需要人哦，墙上再一个人来，再一堆兵，小心后面，这边有一个人。然后残血的人就先用器械帮忙炸，没器械的就赶快换兵，没兵就出去了，给队友进来。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跟我一起抓左边的双刀？他们走补给了，有一个双刀走补给，两个补给有两个人哦。来，抓到。应该是守下来了。谢尔玛 OK 吗？我刚出去回来看到是他们主力都在打破了，谢尔玛变人比较少。现在谢尔玛遭受攻击了。对，谢尔玛有人过去了。谢尔玛注意哦，谢尔玛注意哦。先等谢尔玛稳定吧，或者是等我这边打完，而且你也要队友跟着一起配合换骑兵啊。侧门，哎，麻烦各位，盾兵，现在退，没有兵的现在退，我 OK 了。没有兵的赶快退一个，没有兵的退一个。哇，他们挤进来了。哇，我死掉了。我骑兵。我谢尔玛需要再两三个来，他们六个人。那个总往他们过去。好。我死掉了。我死掉了，守住哦。突然要掉了。快点，补进来。进来的人换进中或者是那个马，他们里面的很多马。先换，
先用马吧，先用马跑一波，然后立马跑回去，那立马可以死掉，然后立马去换兵。谢谢马，进来七格了，八格了。十一格了，来，那个破轮的侧门哦，他们一波走侧门哦。那个阿俊，你们谢尔玛破口小心点。OK， 你们架两组进中，两组大队，一组有卡住破口，其他人就在那个在大门口，不然就在城墙上踢梯子。啊，踢梯子的人不要太多，三个梯子两个人踢就好了。其他。现在谢尔玛那边多少人？我们的十一啊，他们满的十一，好，十一个，大门口一个人哦，大门口一个进本镇哦，小心点。我这边可能需要帮忙哦。不用，我这边可能需要帮忙。想要帮忙的。一队，因为我们现在第二队人补不满，一直被送出去。谢尔玛那边，谢尔玛。那个谁？一队。哦，我就跟皮卡丘讲吗？嗯。好。对。那个可不可以给我一队人？啊？给我一队人，我谢尔玛那边补不满。好。我没办法给，你要给的话，那个去跟卡特拉。我现在全部人都在打卡了。好。你这边有多的人吗？没有，我现在。有啊，有多啊，问题是待会我们这边也要成为被进攻。你现在人在混乱吗？我说人在混乱吗？哇，哇，没掉了，没有，是主要的没掉，只是我谢尔玛那边补不满十五个，补不满十五个，对，现在十一个吧。哦，对，去谢尔玛的带器械哦。哦，妈的，这打这个他妈！妈，跟打那个一样哎，跟打三军一样哎。干，各位加油，各位加油，可不可以听一下？盾兵架在口旁边，不要架在口正面，然后也不要没有架。口的两旁，请架各一组盾，各一组城墙，盾保护城墙，然后里面可以塞一两个器械。对。哎，补给抢回来，这边的人压回来。哎，角色你现在可以进去吗？没有啊，负伤。阿奇，等一下你破阵，哇，太快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刀盾，先抓武将，一个走掉。好，一个站补给点，好，你站不见，我往前压。我那队的刀斧就是敌人。请他们加入那个热身赛。有好的人全都去营销了，秦现在已经不是那个，你要记得秦现在已经是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后面的兵一直死啊？哦，靠腰。哎，那个本阵先架器械哦，本阵先架一两个器械，然后开始在口下面架兵的那个，架兵的长枪。阿俊走，这边要放掉了。OK。我们去后面，哦，
干鸟被虫死。那个谢尔玛继续补人进来哦。哦，换地洞哦。右边补给点可能会掉。我进去查那个进贡线会怎么样？没办法，没办法。God bless my sight， 不是吧？在外面的人帮忙追击，没有进的就帮忙追击。然后拓轮也要守，拓轮也要守，在外面追击的顺便守拓轮，至少要15个人在外面。欸，能不能先把那个左补给点的那几个人撤掉？然后本阵口下个兵吧。我有点想去偷那个雷布尔，我就是想偷，可是没办法。现在我们补不满拓轮跟谢尔玛至少要40个人的战线，40人，可是我们似乎没有，所以要我们偷，除非我们练度每个都很高，每个都配合很好。我知道，但是以目前状况没办法。我没有血，我没有血缘啊。没有，我说阿奇跟那个角色，两个不够，三个会比较好，四个是比较稳。大门口开始加机械哦，他们已经几波人在里面，他们要进去了。然后补给点的，如果看事情不对，就直接撤，直接撤回到里面。他们侧门，他们侧门压了，他们侧门压了，那个。在补给点的，在补给点的人几个？一二三四，四个，太多了，四个太多了，四个太多了。819进去，八幺九进这边，你的兵拉进去。然后骑兵的看可不可以跑他们侧面，跑进这里，跑这里。骑兵跑这里，然后从他们后面撞。我打灯的这个方向。补给点放了，补给点放了，你们人没有办法帮你们补，直接回来，不要再死了。好凶，回来，好凶，直接走掉。家里有人，家里有一个双刀，这边，这边有个双刀。OK， 压压压。往里面压，里面的人帮忙压出去，不要让外面人卡着。里面人帮忙压出去。现在补，他们一部分人在补给，麻烦这边正面先压出去。好好好。剩下的人一部分往右补，一部分往右补。拓轮被开了。我过去拓轮。然后有一个双刀在家里晃哦，帮忙处理一下。只要被骑兵冲，只要看到骑兵就马上架锯嘛，不然就是想办法把兵贴墙壁拉，不要死太多。啊，先不要出去，先不要出去了，他们人集结好了，架这边，一二三，这三个点。器械架起来，器械。那个在拓轮外面抓的，如果拓轮没有补满，都先进去，不要在外面抓了。那个马先不要跑了，马先不要跑，先放后面，等时机去撞。这边我先撤哦。这边。他们补给的人要过来了，这边放人，这边放盾，这边，他们正面在卡人卡而已哦，他们侧面要进来了，这边注意，器械架一下，朝他们那边开，那个什么，中式骏马架好，
等他们，他们冲就要平推哦。不要太出去，这边没有盾，我现在打的那边没有盾，补一下盾。他们冲这里，魁这边压出去，魁这边压出去，压出去，这边压出去，帮打灯这边压出去，这边他们挤了，他们挤无敌点，压出去，帮忙压出去，然后正面扛一下，压着夹他们，夹死他们，对，夹，往前压。那个阿奇轰干，我们守阿奇轰干，我们守那个小桥旁边那个被倒掉那个墙壁。这边注意哦，八加九注意后面马，后面有马。九九这里，你帮他守，帮指挥这里。可以啊。我现在在谢尔玛。有人在偷。我们这边守着。好，没事。这边处理一下一个人。正面压进来了，那个帮忙上面，然后墙上有一个弓，看有没有双刀去处理一下，有没有双刀？哇！在干嘛？有其他兵吗？等一下。希尔玛外面没有备战哦。我看一下正门。我们那个后轮可以不用进了，后轮能够了，其他人全去希尔玛。备战。大门口加后轮，大门口加一下气垫，铁砂炮什么东西都要加起来。我嫁给你们女朋友。是旧炮。旧炮要架后面一点才炸得到洞口，因为旧炮比较远。那个。希尔玛需要，希尔玛还需要两个人，我这边没有备战，我们缺两个。旁边墙快倒了。可以的话来一队吧，五个人。认不认人哦？去希尔玛是不是？对，那个旁边有个铁大炮，你们正门。不要打了。有一个补给点被人家占了，后面有一个补给点是两个。没有，那个阿奇你过去就好，其他人留在这里。刚才只有一队了，只有两个人。对，阿奇你过去就好。Amber 阿奇，你们赶快把那个补给点的冲掉，然后碰杆跟其他守在破墙的补给点，墙要破了。他们马冲了，希尔玛冲马喽！器械用一下。你去侧门，我在侧门呢、啊。侧门，正门没有人，哎，正门，我在看。跳不到正门的人呐、啊。后面，来，有没有人上去帮忙处理一下？上面有器械，来，上面的人，刚出生的，麻烦上面帮忙一下，把兵拉上去。正门的盾是谁的？架在野蛮人或是刀盾上面，城墙上这边有楼梯可以上，帮忙打一下，清一下。准备哦。阿奇、金佩、Amber 下去帮那个队友，这里帮他。啊？这里帮一下，快点！我准备离开。等下，谢尔玛本阵缺人，谢尔玛本阵缺盾，缺人缺盾。杀了一个，大武将，小的大武将。上面吧，赶快把器械清掉。阿奇 ，Amber， 回中央，回那个中央据点，回中央据点，速度。好，其他推掉。正门没有事吧？正门有事啊！我先叫你回去哦。没
西尔玛这边的韩国人目前没有挤进来哦。我没病哦，我要换骑兵了。他们拖了没有补人进来哦。哎，器械谁的？他们拖人现在大概剩十一个人。行啊，拖人可以手术啊。为什么这边会有人可以？这边有可以绕的、啊？那个铁大炮要近一点。哦。上本次的兵到底是谁？妈、啊，上本次后梁子远城谁败的？啊炮，铁沙炮。哦，靠背，但是那个电脑靠背。你只骂电脑。电脑呢？哎、欸，那个。本身推出去，哎、欸，不干，自己推出去，把他推出去，可不可以把别人推出去？哎，可以，不扯了，我扯了。这边，打点这边处理一下，这边有一个双刀，可能会偷，不要再挤出去。哦，哦，结束了。我在后面给他们压力，我在后面给他们压力。看一下，我屏幕先烂掉。我不看，我没空看。好，行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为什么萤幕会烂掉？什么鬼啊？不是，就是他东西跑不完全。哎、欸，站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，进去，进去。等一下，我来督战，我来督战。器械架起来，器械架起来。我来督战。快点，快点，来人，来人，来人。带骑兵啊！小帅，你这什么兵器啊？没办法，我们肯定要冲进去啊！你是剩下一组进中吗？对啊。哦，好，那可以。然后我临死前我可以退进去啊。感觉 OK 啊。进去啊。黄战士哎。来一个红红，竟然偷袭。我跟各位讲。不要全部挤在这个点，一些人来这边绕啊，一些人绕这里也可以夹，不要全部夹那。然后一些人往上，往补给点这边去夹他们，不要全部挤在一个点 ，OK？ 不要全部夹在一个点，去分散，马去冲也好，进中绕边，然后冲他们平推都 OK。不要全部挤在同一个那个破口处。干嘛？破了这个战线呐、啊！我想压到14分钟全部结束，就是刚好9:30过后，如何？十四分，现在已经超过14分了，现在17了。我说游戏那个这个战场的时间，现在还有14分钟，我想说直接压到那个游戏结束，我们再结束这场比赛。重点是看他们对方还有没有在补吧。如果你们压得出去，就是像我刚讲的啊，先把他们那个本阵先占到剩一点点，然后压他们的补给点，守他们门口。你们有办法压出去就压啊。为什么会有辽东加在正门口？架两旁。那个有一个人麻烦上去工程那边，我看一下外面的状况，或是回报一下外面状况。我看不到他们有多少兵在外面的墙上。一个人去回报一下上面多少人？等一下，我切不到8+9。哎、欸，那个兵架两旁，不要架正中间。那个破口，阿奇破口那边可以吗？哦，这样子啊。我跟你讲。哎、欸，有没有骑兵到？8+9，你先往前一点，我要看破口。你往前，我看破口。一个后面有人偷哦。后面有人偷哦！再往前，往前，我要看破口，我要看这边，我要看破口。OK， 他们的兵。有人偷补给点的。后面有人在偷，两个去就好。
哎，破口进来咯，破口好，我懂了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我跟你讲，有满等的血缘的话，换一下，满等的血缘，两个就好，我要两个血缘，换一下。这边破口帮忙，破口帮忙，破口破口，等他平推结束。好，队友平推了，冲冲冲！队友平推了，队友平推了，你就冲！队友平推了，你马就冲！对对对对，冲掉冲掉冲掉！器械记得架哦，器械记得架。小米，嘿，你们这个战线守完就可以不用守了，可以去拿杜米。杜米现在不是五辣的吗？没有，杜米已经刚被擒拿走了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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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你可以派队去拿杜米。好 ，OK。因为你们这战线打完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好。OK。结束，赶快结束，就这样。因为韩国人现在都跑来登克尔集结。这边大家都在拖战线而已。好。那个破口不可以再来一两个。麻烦有血缘的换一下血缘，从破口出去冲正门进来。从破口出去冲正门进来，让他们烂，给他们烂掉。然后正门的先扛一下，给那个血缘的一点时间。从补给换兵，换马，然后从他冲他们后面。然后。他们马要冲马出去的时候，你们就往前压，让他们没地方走，不要让他们硬挤进来。有没有人换马？有没有换马？好，有一个换马了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两三队最好。还有没有？现在就一队，是吗？喂，好好，有两队了，有两队了。好，走了。不要去撞那一组，马尔他，不要去撞那一组，直接绕他们，绕开他们，然后冲他们正面，冲他们正面，绕开冲正面。好，那个正面的人，准备要挤喽，等那个等骑兵到，马上就挤出去。哎呦，挤哦，挤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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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挤进去，马要冲了，直接冲破口，直接冲那个正面往家里冲。碎碎碎碎，挤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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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，硬杀出去，硬杀出去，硬杀出去，全部杀出去。然后侧面这边有没有人可以帮一下？这边中二王正在激战中，有一些人往这边压，一些人往右边压，往这边压，然后其他人去本阵，其他本阵两三个来这边帮中二王就好，其他人压本阵太多人了啦，其他人压本阵，然后一些人补给，一些补给，我去补给烧，我去补给烧，好。然后站下来之后，全部往前压，全部把他们压掉，不要让他们再补。这边直接站下来，等时间到我们就离开。已经时间过了。后人安全了，他们没有再补人，外面没人。现在留大概十个人在里面就好了，五个退出来，然后去我们去杜敏。